道石牌罗宗赖瑞腾，第二许道大安国宗王威胜，第三许道北安国宗陈弘阳，第四许道明湖国宗戴兆芬，第五许道龙门国宗王余姚，第六许道锦溪国宗刘念清，第七许道大安国宗林玉腾，第八许道石牌国宗卢碧成。场中进行的是第九赛国中男子组五十公尺蛙式七十决赛的第一组。目前领先的是位于第八水道石牌国中吴玉成，以及第一水道同样是来自石牌国中的赖玉腾。目前在第三十、第四水道明湖国中戴兆